人类的生产生活每天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如生活垃圾、矿渣、秸秆等等，你知道它们最后都去了哪些地方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雨茹。循环经济逐渐受到各行各业的重视，今天就有人把建筑垃圾、矿渣、秸秆等废弃物变成性能优良的生态绿钢新材料，让循环经济赋能我们的新生活。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回收的秸秆等农作物被粉碎后，与锯末、植物纤维粉、建筑垃圾、矿渣、粉煤灰、高强度纤维等原材料按照一定比例混合，经聚合、定型、养护，可制造出具有一定刚性和韧性的绿钢新材。通过技术的工艺改变的这种竹子、秸秆还有锯末的这种易燃烧、易变形这种特点，真正的实现防火、防水、防砸，可以通过几个测试来真正的体验一下。为了验证用废料做成的板材承重能力，我们让重量为40吨的大卡车直接从生态绿钢板材上碾压过去。令人震惊的是，它经受住了考验，没有断裂的痕迹。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生态绿钢板拥有着极强的承重能力。这是神奇的生态绿钢新材料，可能会有人产生疑问，里面含有大量的秸秆等农作物，一旦发生火灾，能否在防火安全上抵抗危险？接下来让我们进行防火实验。实验开始，先用氧气割枪切割钢铁，很快钢铁被切断，而号称绿钢的新材料在1000多度高温下，除表面由轻微变黑，几乎没有影响。现在看到的这一栋生态绿钢模型的房屋啊，等一下我们用汽油倒在这个上面，然后再把秸秆还有木头全部围在这里，一起用火来燃烧它，真的没有问题吗？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大火持续燃烧了一个多小时，房屋表面呈现完全黑化。经过冷却后，我们将生态绿钢房屋模型切割开，发现内部没有一丝烧黑的痕迹。通过我们这种核心母液和这种原材料的结合，就可以实现防火达到 A1 级。从废料到绿钢新材料的华丽转身，再到相关产品的延伸应用，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依托科技的力量，将废弃物转化为性能优良的生态绿钢，用于建筑装饰、家居、雕塑、公共设施等各个领域，减少了环境污染的同时，还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陶氏光热发电。清晨的太阳已然升起，同时被唤醒的还有我身后的这座发电站。在阳光的沐浴下，这看起来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宏达，我现在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100兆瓦10小时储能陶氏光热发电站。在戈壁滩上的发电站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陶氏光热发电站分为极热区、储热区、发电区三大部分。陶氏发电的聚光面是抛物面形状，当太阳投下光芒时，阳光照射到陶氏反射镜上，反射镜将光线反射到高温真空极热管，极热管将热量收集，并加热极热管中循环流动的传热工质，使温度达到约400摄氏度。加热后的传热工质进入发电区，
通过换热产生高温高压的过热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在乌拉特中旗，受低温、大风沙、强紫外线的影响，想要持续稳定的发电，对于极热单元的耐受能力提出了极高的挑战。我现在来到了高温真空极热管的制造工厂。高温真空极热管是极热系统的关键部件，为了应对特殊的环境，它有哪些精妙的设计呢？高温真空极热管作为我们光热的核心部件啊，在西部地区长期使用。那对此我们采用了这种高硼硅的硬质玻璃作为我们这个玻璃外壳，来保证耐风沙和抗冰雹的性能，并且镀膜制备纳米级的这个红外反射层，综合的形成我们这种高效的光热转化，同时以及高温下较低辐射的这种高性能。极热管还采用熔胶凝胶技术，保证了其在恶劣环境下耐紫外线、抗风沙，长期维持高透过率。通过内反射盾的二次反射，增加了极热管吸收阳光的有效面积，搭配自动化玻璃金属封接工艺，让其具备优异的光学效率，保障光热电站拥有稳定可靠的发电量输出。曹氏光热发电作为一种绿色环保的能源形式，让大漠戈壁化身为绿电蓝海。未来，曹氏光热发电也将与其他的能源形式相结合，实现对太阳能资源的综合利用，为老百姓提供更加稳定的电力供应。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智能空间站洗地机，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曹月。洗地机作为能够减轻家务的好帮手之一，极大地解放了我们的双手。今天我要带大家认识一款特别的洗地机——智能空间站洗地机。据说它可以解决我们洗地过程中遇到的加水、倒污、清洗等难题。这是一款自带空间站形态的洗地机，由洗地机主机和机站两部分组成，拥有智能清扫、智能除菌和智能吸水三大模式，可以轻松满足日常场景。当然了，洗地机最重要的就是清扫功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款智能空间站洗地机是如何将地面清扫干净的吧。在智能清扫模式下，智能空间站洗地机自动检测到地面脏污程度后，内置的恒压活水清洁系统可以在短短一分钟内能够循环往复450次喷水、刷洗、挤干、回收这四个动作，使地面清洁干净的同时不残留水分，有效避免越拖越脏的情况发生，真正做到清洗无死角。在清洗的过程当中，我感觉无需用力就能轻松驾驭这台洗地机，并且清洗得十分干净。但是如果洗地机不能自动清洁污水桶，就不可以算作真正的解放双手。那么它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洗地机归位后无需手动操作，空间站会自动完成补水、排污、冲洗污水箱、风干及杀菌等全流程。除此之外，智能空间站洗地机还有语音提醒、视频教学等功能。把手正面时开关机键，运行界面中按确认键可以查看运行状态。不论是小朋友、青年人还是老年人，都能一听就懂，一看就会用。同时也让清洁工作变得更加高效轻松。